盘点娱乐圈的嘴瓢明星。在一档综艺上，王嘉尔和张柏芝合作了一个小剧场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只打你，捅你一个，我捅你一个，啊捅，这不是捅，这什么？这不是捅吗？这不是捅吗？他打我没关系。港普加上嘴瓢，可真是笑翻了呀！一档采访中，王嘉尔需要用上海话接受采访，没想到王嘉尔的上海话也有嘴瓢的时候。我老婆，哎，不是老婆，我外婆。这不怕明星说错话，就怕王嘉尔说普通话。同样嘴瓢的还有张艺兴。张艺兴和孙红雷接受采访的时候，说到拍摄时的照片，他是这样说的：“我们在好先生拍好先生上传的照片，我会一般会帮他修修图。”上传的照片，上传，不是上床。在旁的孙红雷听到，那肯定是先刹住车的呀。然后开展了一堂语文课综艺上。师傅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干嘛跟人打架了？后厨的都打起来了。怎么了？就您招过来那几个后厨，在后厨赌博，对对，厨子在后厨赌博，后厨赌博。张艺兴的嘴瓢带给观众们不少快乐源泉。在节目设定的阿拉丁神星人设上，张艺兴在跑偏的道路一直回不来。忘了介绍了，我是来自阿拉伯神丁的阿拉丁神星啊，阿拉丁神星。宣读圣旨的时候，嘴瓢达人上线，他是这样宣读的：可以给你们干你，对不起。在拍摄广告的时候，张艺兴也还是逃离不了嘴瓢的命运。感谢各位对我今年大年的匡师傅。把客户品牌的名字也能读错，真不怕得罪广告主的呀。